就可以关了吧？可以，要关掉。啊，我们那个稀饭就吃那边了。嗯。艾玛他们上去休息了。他是说整理行李。嗯，等一下换王子啊。嗯？什么？等一下换曼妮啊？我不知道，有吗？确定？我刚好说是早上讲。很香。哦 ，OK， 来吧。神给我，剧也有这种粥。还有，居然遗漏了两片。好，来一碗吗？